其实我挺需要你去表达你喜欢我什么的。你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，是一个特别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一个人。比如说某个男孩啊说做的特别浪漫，特别能感动人的那种动作，说是来感动你。其实你有的时候就是我在想，如果说那个人出现了的话，你不一定会选择他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也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，你不会说就因为说啊你给我点感动啊，给我点小浪漫呢、啊、你不是这种人。我也是姑娘啊，我也是小女孩啊，是不是？谁不喜欢你？你就是直接说我喜欢你。我是个干脆的人，你也知道，你都给我整紧张了。就喜欢就行，争取一下，不喜欢就拉倒，咱们还是朋友，挺简单的嘛。不不，观众别起哄，就是这个事儿，你、啊、别起哄，先别起哄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就是说你给石榴姐一个解释，你就为什么没有直接的告诉她我喜欢你？我感觉有点不自信吧，就是毕竟石榴姐，我感觉太优秀了。她在你的心目当中，在我心里啊，在我心里，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，在我心里，石榴姐你真的很优秀，真的。